北京时间11月11日凌晨1时30分 ,2018-19 赛季德甲第11轮一场焦点战，多特主场3-2逆转击败拜仁，罗伊斯和莱万各进两球，替补出场的阿尔卡塞尔攻入制胜球，国家德比前拜仁硬化消息雪上加霜。罗本训练受伤恐缺战， GIF 罗伊斯是单刀后将功补过替补骑兵单刀之入一剑封喉。比赛亮点精彩回顾，第10分钟多特快速反击，罗伊斯单刀出入禁区，面对诺伊尔的低射，皮球被拜仁门神倒地扑住，随后莱万突入禁区摔倒，主裁判没有给点球，而是让波兰神锋起身。第17分钟吉米西右路传中，远点无人盯防的里贝里右脚凌空扫射稍稍打偏，随后莱万做球，格纳布里突入禁区的右脚攻门被后卫倒地封堵。第24分钟莱万分球，里贝里左侧漂亮的油炸丸子过人小角度强行攻门，皮球从门前滑过。第26分钟吉米西传球，格纳布里又一搓传门前，莱万多夫斯基门前漂亮的头球冲顶破网，0-1，拜仁在客场取得领先。第34分钟里贝里禁区左侧小角度攻门，西茨下意识就斜将球挡出。第49分钟诺伊尔出击扑倒形成单刀的罗伊斯，主裁判格拉菲判罚点球，罗伊斯主罚一蹴而就，1-1。第52分钟格纳布里尿塞右肋空当，莫勒插上到三角传球，格纳布里跟进脚后跟一颗，吉米西抢在出击的门将前将球挑起，莱万近距离头球破门，1-2。莱万梅开二度。第59分钟杰登桑乔右路强行突入禁区传中，罗伊斯小禁区前的低射，诺伊尔已经无能为力，但皮球被杰米西在门线上挡出。第62分钟杰登桑乔再次突入禁区，晃过出击的诺伊尔传到门前，但阿尔卡塞尔试图过掉博埃滕再打空门，皮球被博埃滕倒地拦截，多特再次错失必进球机会。第65分钟哈基米左路高速插上断球，他突入禁区横传，罗伊斯跟进顺势攻门又稍稍打高。第67分钟皮什切克右路传中，罗伊斯禁区内漂亮的凌空抽射，皮球飞进大门左下角，2-2。第73分钟杰登桑乔后场抢断发动反击，维特塞尔送出身后球，阿尔卡塞尔单刀突入禁区，他利用节奏变化黄达诺伊尔后冷静破门，3-2。多特反超比分。第95分钟拜仁发动最后一次进攻，里贝里分边，吉米西右路传中，瓦格纳门前漂亮的神龙摆尾破网，单边采取骑士一越位，进球被判无效。数据统计，这是一场让人看得很爽的豪门对决，比赛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，两队都创造出了很多进球机会。数据来看，多特射门11-10，射正5-3，控球率拜仁 57.2% 占优，出场阵容多特蒙德4231，门将35西茨，后卫26皮什切克，2萨加杜，16阿塔吉，5哈基米后腰，33维格尔，19达霍德，4628维特塞维中场，34拉尔森尤德莱尼82，10格策9阿尔贾塞尔60，7杰登桑乔前锋，11罗伊斯拜仁4231，门将以诺伊尔愿位，32基米西，5胡梅尔斯，17博埃滕，27阿拉巴后腰，8马丁内斯，18格雷茨贾中场，25穆勒尔瓦格纳82，22格纳布里，35雷纳托桑谢斯，74里贝里前锋，9莱万多夫斯基，科林。